我若是竟然想在外太空猎我，他不知道我对外太空了如指掌。本来我以为魔师已经天下无敌，不过很快我看到了大表哥，这真是梅开二度。我还没用力他就倒下了，国王还想救人，牛啊牛啊，出现吧。国王已经用过了小盾，你告诉我这你怎么救人？没有护盾的国王，你告诉我你和老鼠有什么区别啊？牛汤就这么轻松，谁救队友谁直接白给。你看莉莉他又没了，还想救队友，牛啊牛啊，出现吧。这次国王开了护盾，但是我慌吗？我不慌，艺术就是爆炸。这时候鸭子还想锤我，但是我慌吗？我根本不慌，以我的走位和身法，鸭子根本是不可能打到我的。这时候魔师进来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脚下是有夹子，就算莉莉下来他也会直接踩夹，这就叫做细节性吧。彦祖很细，打在弹幕上。国王这时候真是一个好人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可惜这里的火箭只有一个，我只能送给一个人，没办法，国王你先离开。就这样我再次把国王绑在了火箭上，我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你一个大表哥，你凭什么能救队友啊？你就因为你是一拳超人，我牛仔一下就没了吗？搞笑。这时候我们也不用太急，买个火箭直接把大表哥送上火箭。最后一个魔师打起来就比较轻松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魔师已经来到房间，我们去看一下魔师的位置。看到了魔师，他想救队友，他没了。这是要兔子救队友，这是要给我刷火箭，魔师我真的谢谢你。国王这时候提醒了他想救队友，牛啊牛啊，出现吧。牛还顶到了魔师，一发如痕直接送走他。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投降，但这时候他们没有投降，我慌吗？我根本不慌。拳头盒子，我的爱，来来来，给我致命打击。还不投降，你在等什么？又没有星星帮，你到底在等什么呀，魔术师？看着倔强的魔师最后也没有点投降，我莫里亚伤心的眼泪，我知道是该说再见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魔术师，我相信你永远都不会投降的。